阿柔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进来说吧。阿柔姑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我特意带你们去城南的寺庙先避一避。是不是事情出事了？不是，是南霸天要集中兵力攻打青州城，少爷他们要去围剿山寨，而且……而且什么？少爷已经知道。 南霸天就是他的杀母仇人。这次大战非同小可，少爷嘱咐我，让我来安置你和何大叔的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事情已经去山寨了吗？阿柔姑娘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很想去帮忙，但是少爷特意嘱咐了，让你安心等他回来。我有防身的功夫，不会去添乱的。阿柔姑娘。 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一起了，你就全当是了了我一桩心愿吧。阿柔姑娘，我何一时可是说过的？我做牛做马也要赎我的罪，我这次绝对不能再逃了，对吧，闺女？阿柔姑娘，你就告诉我们吧。好吧，你们随我来吧。 兄弟们，今天山寨天丁增口，来了不少的新面孔。只要你们跟着我好好干，我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以前我们待在这里不敢出去，以后不受这窝囊气了。我已经得到可靠的消息，雷家军。 去雍州打仗了，来，兄弟们，干了这碗酒，我们拿下青州城！干！乃香，乃香，来，跟大伙儿喝碗酒，快！ 哎，这娶的女儿可真好看啊！是啊，这以后谁要是娶了她，那媳妇就下一任寨主了。只要你们的战功大，娶我女儿也不是没有可能啊！爹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生气了，孩子多了，别人啊。 女孩子家，面子薄。喝酒。来，老五，镇住，照顾好兄弟们，只好别喝多了，还要大事可干。知道。兄弟们随便喝啊。 站住！你这是要干嘛？我要下山。下山？你下山做什么？你知道。你是不是背着你爹下山去找那个背信弃义的白眼狼？我不是，爹，我一直以为我是您最疼爱的女儿，可结果呢？我只是您制衡手下的工具。其实我不傻。 我一直都知道你在利用小宝，可是我没想到有一天你竟然会利用我。看来我平时把你宠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敢踏出这个门槛！ 我打断你的腿！